Hello 啊，各位好啊，UP 主又来了。今天呢，我们来接着吃这个解放军的新版单兵自热食品，这个九号餐啊。这个九号餐有一个特点啊，这个餐谱是个新餐谱，看见没有？它竟然有虾仁菠萝炒饭啊，这个东西我是之前没在解放军的餐谱里吃过的啊，咱们来试一试，看它这个虾仁菠萝炒饭和这个其他的食品有什么不同。还是先打开吧，打开之后咱们可以看到。啊，和之前的餐谱差不多啊，包括这个纸质的餐具啊，餐盒，然后两份饭，啊，一份菠萝炒饭，一份这个面条啊，哎，然后啊，这是一份芙蓉蛋花汤啊，野菌芙蓉汤，然后嫩笋、注水袋啊，芒果干、口香糖，哎，他这回口香糖不是和巧克力放在一起的，单独的一个。然后是这个啊，黑椒风味酱。好了，咱们先把它这个两个饭冲上啊，饭热上。好了，咱们现在把这个饭热上之后，咱们把这个汤冲一下吧。啊，它这个叫做野菌芙蓉汤啊，是蘑菇汤嘛。放到这里一个汤块。冲一冲。就是应该的，和超市的汤差不多。放到这儿，咱们来尝一尝它这些东西。芒果干，哎，先把咱这个它这个餐盘打开吧。这回咱解放军给这个纸质的餐盘啊，这个东西我在之前的视频里说过啊。最早这种餐盘是咱解放军海军啊，早期的海军单兵自热用过这种纸质的餐盘啊。另外韩国的单兵自热经常使这种东西。其实这种纸质餐盘并不好使，第一它不隔热，如果菜太烫了很烫手，第二这东西渗油啊。咱们看看这个芒果干，哦，一片芒果干啊，尝尝它这芒果干怎么样？挺甜，这东西是芒果的蜜饯啊。芒果味非常浓，味道好吃，这个非常好吃啊。这个当零食吃相当不错，酸酸甜甜的，好吃，芒果味非常重，酸酸甜甜的，非常好吃。然后这个是金菇嫩笋，金菇嫩笋应该就是金针菇和笋吧，看起来是辣的，倒出来。这东西哎，看着和那个咱们一般超市卖的那个小菜很像啊，
尝一尝。嗯，哎，这个菜味道不错啊。嗯，很爽口，辣辣的。里边就是金针菇和那个笋和笋干儿，笋干脆脆的金针菇，哎，嗯，吃着软软的，好吃。不过还是这个最好吃。嗯，芒果干好吃，我觉得解放军那个给的那个甜食里边，芒果干这个最好吃的。嗯，非常不错，喝一口它这个汤。嗯，味道不错，很鲜，里边看到有鸡蛋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蘑菇，料给的很足。好了，咱们来等等它这个菜热好。好了，现在咱们这两份饭和面热好了，分别是这个黑椒牛肉炒面，还有这个虾仁菠萝炒饭啊。咱们先来看看这个虾仁菠萝炒饭吧。啊，250克的虾仁菠萝炒饭，先把它打开。哇、哦，好烫！哎，把这个饭倒进去。哦，看起来饭还是蛮散的。先瞅一瞅吧，这是它这个虾仁菠萝炒饭啊，饭是粒粒分开啊，蛮不错，不是粽子饭。里边配料看起来有不少，但是我最关键的，我要找找它这个虾仁在哪里。哎，我没看见它的虾仁啊，咱们瞅瞅，这里面都是腊肠啊。你的虾仁呢？看起来是没有找到虾仁，但是菠萝，菠萝在哪里？也没有菠萝，没有虾仁菠萝的菠萝虾仁菠萝炒饭。咱们看看它的配料啊，配料上明明白白写的有虾仁菠萝啊。算了吧，我先吃一口吧，尝尝怎么样？哎，混着个腊肠一块吃。嗯，味道倒是蛮不错。吃的就是腊肠炒饭的味道，和上次吃那个煲仔饭的味道很像，就是辣味，就是辣味儿。嗯，有一点点那个菠萝的味道，但是其他味道我没吃出来，主要还是腊肠的味儿。我没有吃出虾仁的味道来，也没有看到虾仁。好吧，就这样。咱们来把这个，哎，炒面试试啊。这个是黑椒牛肉炒面，啊，也是250克啊。鸡蛋、牛肉啊，配料看起来倒是蛮多的，倒出来吧。不知道他这回这个炒面怎么样？这是一块面啊。来，拿出我的小叉叉。面抖一抖啊，面看起来倒是蛮不错，配料也看起来也不少啊，有一些很多牛肉啊，还有香菇。嗯，哦，好吃，面吃起来干干的，比一般的那个炒面要干，面条有筋道，而且里边料很足，嗯，胡椒的香味非常重。嗯，喜欢里边这个香菇丝啊，它这个香菇丝吃起来很有筋道，尝尝那个牛肉，都是牛肉丝。嗯，好味道，它的黑椒牛肉炒饭相当不错啊。嗯，哦，感觉比外边
外的那个外卖那些炒饭要好吃的多。嗯，对，还有它这个酱，给了一个黑胡椒风味酱。这黑胡椒风味酱我呢不放那个牛肉炒饭里了，因为这个黑椒牛肉炒饭本身就是黑胡椒味的。我来放到它那个炒饭里啊。哎，丝口呢？它这个酱竟然没有给丝口啊！这里倒开了，一坨黑黑的酱。嗯，然后放到这里。咱们看看它这个黑胡椒这个酱怎么样？黑黑黑黑的，油亮油亮的。感觉混上饭怎么样？有些咸。嗯，胡椒味很重，很开胃，咸咸的。嗯，这东西咸咸的，辣辣的，嗯，很有那个胡椒的香味，很下饭，很下饭。这是一种很下饭的酱，和咱们那个香辣酱是另有一番风味。嗯，很开胃啊！这个黑胡椒酱拌上饭之后，你吃很有那种很有让你那种胃口大开、大口吃饭的感觉，不错，值得肯定。它这黑胡椒酱。说实话，这份饭并不难吃，反而的话加了黑胡椒酱之后味道相当不错。只不过哈，虾仁菠萝炒饭我既没吃出虾仁也没吃出菠萝来，感觉就是和上次吃那煲仔饭的味道差不多，比上次吃那煲仔饭稍微甜一点，加入这个黑椒酱之后，哎，相当的好吃，令人胃口大开。尝一口啊，看这个相当的不错啊。嗯，好吃。而这个炒面，嗯，这个炒面比以前的解放军那个0913里边的炒面，哎，味道更棒，口感相当的好，软硬适中，口感有弹性，而且里边的配料非常多啊，非常多的牛肉，还有这个香菇。嗯，黑胡椒的香味非常重。这东西的话，吃的话给你一种新出锅的感觉，而不是说那种哎袋装的那种罐头食品的感觉。嗯，非常吃的非常新鲜的感觉，好吃，值得肯定。它这个汤也不错，配料很多，很鲜。嗯，蘑菇味很重。好了，今天这个新版单兵自热这个九号餐我就吃到这儿。总的来说，哎，味道上是相当的不错，除了它这个名不符实的啊虾仁菠萝炒饭，既没吃出虾仁也没吃出菠萝来，不过味道上值得肯定，非常的不错，特别是加了它这个黑椒酱汁之后。好了，今天我就吃到这里，我慢慢把它吃完啊，各位祝大家好胃口，拜拜。